花蝴蝶、交际花，他那时候用了一个词，我超火大。你说什么？他说你需要这么。其实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双鱼，一生都在追求谈恋爱，所以爱神力远离水瓶，水瓶男真的是什么女生他都可以的，水瓶男连你都要，连你都要，水瓶男连你，这么渣，最不适合谈恋爱的对象，第一名。对啊。